他们不会跟你说你要认识自己，社会只会跟你说需要你变成什么。我是张干勋，我一边工作一边做音乐，今年推出了首张创作 EP《似是而非》，将在台北、台中、台南以及宜兰有专场的演出。也许我们都可以从这场演出里边，找到与生活中的矛盾和平共处的一种方式。